的巧虎黄聪明医师，他是最受欢迎的国民妈咪钟欣凌。小孩易怒又害羞，都是妈妈的错。姐妹一起洗澡真的很恐怖哎，因为两个你就在里面浴室话家常，我真的发火，就在那边大力的敲门说滚那个出来啦，然后他们就好了啦，出来了。像我觉得安东他就是在小孩界的人缘好像不是很好，反而是相反，对，相反过来就是不管去哪里就是我陪他溜滑梯，我陪他玩那些玩具，对，他就是要拉着我。孩子个性难相处，到底应该怎么办？今天请到六位好神妈妈谈谈孩子的个性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精彩内容马上开始。你最近有没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就是一个小孩他在家会打妈妈，会摔东西，而且就像那个八点档连续剧，他会把桌上东西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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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弄到地上，然后拿一个橘子，然后把它挤爆。然后后来呢，这是国外的影片。然后后来这个妈妈实在受不了，整天被欺被打，然后被这个小孩脾气弄得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他就找了一个专家，那专家就来跟那小孩好好聊，然后找出背后原因。当然后来其实那个小孩因为是男生嘛，他爸爸妈妈离婚分居，他那个压力没有地方释放，然后就用这个方式。好，这个影片很感人，对不对？可是令我惊讶的是底下的留言啊，很多网友看完之后，棍子拿出来就听话了，叫啊，就是爱的教育才会教的，就是太放任，都不好好教。找什么医生？这种小孩要在我家，我把他打死。对哦，阿公公，修心呐。对，我就觉得这个此风不可长。不过老实说，我真的觉得以前啊，我忍不住问我妈，我说妈，我小时候有那么难带吗？我妈说没有，小时候因为我妈生三个，她说洗完澡叫我们好好做，我们就好好做，她就去洗碗洗衣服，我们就做做到。可是她到了变阿妈的时候都会失忆，都会说，我以前小孩都没有这么难带，好吧？为什么你现在小孩这么难带？对，其实以前小孩都是天使，对。可是以前他们拿出皮鞭的时候，他有讲话吗？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其实那一条跟那个鞭子其实还蛮重要的，以前我们真的都会乖乖听话。你们家这么大条是不是？我们家没有，就是小小条而已。对，所以我们真的是会乖乖听话。不过我们今天先从孩子容易发脾气这件事情开始聊起，因为我还是觉得这个影片里面告诉我们，其实小孩发脾气背后应该是有原因的。对，有谁家小孩很容易发脾气的吗？有啊，我家小孩现在就到了那个猪狗都讨厌的年纪，三岁。猪狗岁。对，我的朋友每次都跟我说，哎，你就是没有打。他是反对打小孩，因为我老公他们是不打小孩。像上星期我就是要他把玩具收一收，然后去睡觉啦。他就说他要打电动，我就说不行，我就把遥控器收起来，然后他就会很生气尖叫，然后说不许不许，他就跟妈妈讲，不许不许，叫我不准收他的玩具，收，对，他就说他好文言文，娘，不许不许，你再讲快点，对。不许不许收阿东的，他就会这样子，不许收阿东的。那我就跟他讲说，不行，你要睡觉了。然后我就会硬是把他抱走去睡觉，然后他就会哭啊、闹啊、尖叫，他就会丢手上有什么东西，他就丢。他一开始会这样丢，然后甚至还是做事就是要打我，手会拿起来，我会马上说不准动。你就一直打我这样子。然后我跟他说不能打我，就后来我把他抱到房间，他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脾气很暴躁，就是他不要睡，他说他要出去那个客厅，他要开那个门，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很突然很冷静这样子看他，他就看着我眼神，他看到我静下来，他就大哭，然后我就不动，然后一秒、两秒、三秒，我这样子，我哭了，然后他就会更严重了，他看到我哭，他更慌，然后就过来抱住我这样。对，然后才停息下来，答应他愿意要睡觉。所以每次你都要，对，就要酝酿很久哎，就是斗鸡眼还不流眼泪，有这一招你就给我三秒，然后我就这样，然后他就会，对他看到我哭，他就会好，就是。放弃这样，哎，用眼泪取代皮鞭的意思啊。对，可是这个累，我很辛苦哎。对，我感觉其实我们今天脾气不好有分两种，一种就是脾气拗尖叫的，像这种怒的，对，这种我觉得当然也是很痛苦，但是还好，但是我有点怕那种会动心性的。哦，他脾气一不好，然后就开始丢东西，想说要打人，想要打人。哎，有时候爸妈真的会被搞很火哎。对，我小孩三岁的时候，他就是。只要一生气就会扯我头发，然后那时候我在家里戴眼镜，他还会把我眼镜拿下来，然后折断。折断。小孩跟猴子一样，很喜欢拿人家眼镜，不懂为什么。我光他三岁那一
年我都换了快十副眼镜。五宝妈五个小孩，身上抓痕也很多。没有，没有，不然他们抓我。但是我觉得不止三岁，我的大班那个现在六岁，他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情绪，每次突然家里就会出现尖叫声，还伴随着哭声，然后我想说怎么了，因为那声音就是二宝，我想说他又干嘛了，就冲着哭过来说妈妈妈妈，我说干嘛，姐姐姐姐欺负我，我说欺负你怎么，他打你啊，没有，姐姐说我衣服穿得太难看。说姐姐我这样穿好看吗，姐姐说才不好看呢，你那个是什么样子，我才是公主，他们就太争这个，然后他只是因为被姐姐说他没有穿得好看，他就从二楼哭喊然后尖叫生气冲到四楼去找我，跟我说妈妈姐姐说我穿得不好看，然后这样子他可以哭一个小时，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可以哭到一个小时，然后我就觉得你太，他真的太哭的声音太大太吵，我真的觉得对隔壁的邻居很不好意思，虽然我们家本来一直都觉得对邻居很抱歉，每天都很吵，但是觉得很让这个情绪我都快受不了。玻璃心，我妈也有玻璃心的小孩。对，我们家二宝真的也是玻璃心，但是我觉得最夸张其实是我们家哥哥，因为我们哥哥就是。不爱走路，然后又有起床气，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带去新加坡7天6夜，去那边真的是完全踩到哥哥地雷，因为新加坡天气就是闷热，然后我们自由行又必须要自己翻地图，然后要找路走，就到玩到最后真的就是连妈妈都已经累到快流鼻血了，然后哥哥回程在机场整个就是崩溃大哭，就躺在机场大厅然后尖叫到整个警卫都来关切，而且新加坡人那么有礼貌，对不对，真的。不过有没有什么原因是让我们小孩真的容易易怒呢，邱老师今天帮我们找了一些可能是因为妈妈的错误行为，让我们的宝宝开始容易发怒，好不好？哈，那我们就这个题目是说，如果拥有任意门，请依照直觉选择，你最想打开是哪一道门呢？有哪四道门呢？第一道是充满美食的餐厅，第二道门繁星点点的夜色，哦，浪漫浪漫。第三道门绿意茵茵的草原，哎呦，空气很好。第四道门是海天一色，还有穿比基尼，是。好，这四道门，你第一个直觉是哪一个？后面是什么样的景色？来，妈妈请选择一二三四。哎，有很多人是一，星爷是一，妈妈也是一，肚子饿了，肚子饿了，然后二是拉拉，都有，三是安东妈，四是维妈跟菲菲，哎，都有。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如果你认为打开门之后是充满美食的餐厅，那你的小孩是什么原因？跟星爷跟五宝妈一样，你的催促太小孩，好像是，快一点，你知道吗？每天每一天都在跟我女儿讲说好了起床了，然后再刷牙，就说你牙刷了没，脸洗了没，水壶准备了没，袜子穿了没，外套准备了没，然后下去早餐赶快吃，哎，快点快点，便当带了，然后就开始我就说快一点，现在已经快上课，你现在还在拖什么，你还在拖什么，对，然后在拖，他终于就说我已经在准备了嘛，他说我只是小孩子啊，自己在那边拖啊，可是真的很紧张，从起床一刹那就在拖，时间很紧张。对，可是他一直就是很爱拖啊，是不是？妈妈也是有借口的。对，可是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有点跳痛哦。看到一个充满美食的餐厅，为什么会跟一个爱催促的个性会连在一起呢？其实这个类型的妈妈或者是爸爸的话，其实通常来说，其实非常重视休闲的感觉的人。对，那所以重视休闲的感觉的人，其实不爱与人比较。所以呢，其实其他事情都不太有压力，就只有对于时间这件事情比较有压力，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像这个类型的爸爸妈妈，他有可能其实平常的时候其实不会去要求孩子说你要把什么事情做好，可是一旦感觉到时间不够的时候，就会开始对孩子说，哎，那个什么事情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做，现在只剩下多少了，那其实有的时候其实只是因为自己感觉到这个时间快要不够了，所以自己没有办法思考，结果导致也孩子也没办法思考，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孩子他如果时间不够的时候，他本来就已经年龄比较小，就做的不是很好了，这个时候他没有时间的时候，他会通常会把事情更搞砸，对，那孩子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后来的时候觉得说他
做的完成度很差，他对他自己不满意，所以导致了就是说后来这个易怒情绪的发生。所以这个类型的妈妈呢，或者是爸爸，我会建议说尽量的不要动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感觉到对时间有压力的话，你要动手。动手不是说这怎么好意思？动手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换去给他一个拥抱，或者是你动手去帮忙他。对，一起做来缓解你自己对于时间的压力。吴宝妈像不像邱老师讲的话？催促，我觉得不只是上课前。回家以后我也一直都在催，尤其是两姐妹啊，放学回来很多事情要做啊，洗自己的餐具，然后洗澡，但是我觉得对，就是一年级的跟大班的都训练他们就是要自己会洗澡，因为一起洗嘛，两姐妹感情好一起洗，但我真的觉得那个姐妹一起洗澡真的很恐怖哎，因为两个你就在里面浴室话家常，对，每次都洗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冷了，对，我在外面准备晚餐，就厨房跟厕所就隔一道墙而已，然后我就在那边准备晚餐，我就一直喊，哎，好了没？从十分钟，好，我十分钟就开始提醒，我想说，哎，怎么还没有水声？就还在玩，我就说，好了没？20分钟了哦。快点！非常非常的火大，都真的洗到40分钟，我真的发火，就在那边大力的敲门说：“滚，那个出来呀！”我觉得很气啊，然后他们就赶忙的出来，就说：“好了啦，出来了啦！”然后我就好出来，门一打开，为什么你们头上还都是泡泡？啊，真的，就是有冲啊，不是因为你赶我们赶时间就乱冲，然后对，就说。你们头都是泡泡是怎么样？这个妈妈感觉很破坏，就是姐妹俩没有聊天的情绪，对，本来开开心心的，对啊，她小孩一路，对，就是感觉好像你为什么要破坏，就催促我这个结束这个很轻松的时间，真的是你的催促造成他们的易怒，对。哎，一个小时哎，怎么易怒啊？在里面聊一小时。不过没有谁对谁错啦，这个只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对，对。所以第二个来，谁选二的？拉拉，拉拉。你门打开的时候看到繁星点点的夜色，那是为什么会让你小孩生气呢？因为你会给他贴标签，看让孩子。贴标签为什么会跟繁星点点夜色有关？其实应该说，这个类型的妈妈呢，她有可能会对孩子呢做一些风险预测，就说啊，你最后的话可能会把可能那个最后的结论，她可能就先说出来了。那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孩子都还没有尝试过，所以妈妈可能会通常就是抱持整个风险比较高一点。所以那或者是说可能会对孩子说啊，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有的时候孩子他感受到这种爸爸妈妈讲的这种，就是说好像这个不安全感很高的时候，他自己的那个负面情绪也会增加，那导致说就孩子遇到这样的爸爸妈妈会让他比较不能够放松下来，所以我们就说像这个类型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风险预测专家，可是同时间呢你要想到说哎，你可能要先给孩子一些讲一些做完这些事情的光明面去平衡一下，那才不会让孩子从一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都很紧绷的状态。想想追啦，拉拉你是这样吗？我是比较庸人自扰的。就是到他现在用的餐具还是那种塑胶的，因为我就是很怕他会打翻。他现在几岁？9岁了。啊，9岁用塑胶的？啊，你也可以用不锈钢啊，不锈钢也打不破呢。我就宁可他就是保护他，不要吃饭的时候打翻，我也不要他受伤。了解。对，然后在训练他上学过程，我也会跟他说，一路就跟他讲说，你大概走几步会遇到早餐店，然后36步，然后先买完早餐，然后记得不能尝试炸的，我就会一直念，一直碎念，然后就是帮他把那个学校路程都讲完，然后如果遇到谁跟你讲话，你就不要理他，继续往前走，就是已经帮他预测完了，然后看到导护妈妈就赶快过去，就是到了学校，然后每天都会重复一样的话。就是就有点，他没有办法自己长大，可是就是会很想保护他。了解了，这第二类好，第三类绿意阴阴的草原是谁选的？安农吗？那你的孩子生气的原因是你的追求完美害小孩易怒？哎呀，这你看得很准啊！追求完美，为什么这个？他会选择这个是跟他追求完美有关，因为这个类型的妈妈其实真的就是比较按部就班，所以比较完美主义一些，所以呢可能有的时候其实孩子已经做得蛮好的了，或者孩子已经在进步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妈妈可能
他除了赞美之外，可能下一句就会补充说啊，如果不是怎么样，你就可以做得更好。哦、然后或者是说 哦, 哦，真可惜，如果你可以再多做一点点什么，压力也会更好这样子。那其实妈妈的本意是好的，可是可能孩子有的时候有些孩子比较敏感，他这么听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一直都达不到妈妈的期待？对，那可能是因为他的这种低成就感，然后他自己的挫折感比较深、嗯，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透过这种就是表达怒气的方式来凸显这件事情，然后来转移他的挫折感。嗯、对啊，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正确要求完美主义、嗯，因为我就希望安东三岁可以自己洗澡。嗯，我希望三岁，他九岁都在弄，还在弄塑胶碗，希望他三岁自己洗澡。自己他会自己刷牙，或者他自己会抹东西，抹东西我会说，哎，那你还要在这里，还要在那里，就会哎，而且我还会想要他要求他自己抹的洗的干净，哦，对，太难了吧？对，怎么收玩具？对，然后像收玩具的部分，我就会习惯，就是他要收玩具，我会要求他收玩具再玩下一样。那当有时候他玩很多的时候，我就说，那你要收玩具，那他就好。最后说服他收玩具的时候，他会收嘛。但他不会分类，比如说这一桶、这一桶是这一桶，这一桶会全部堆在那里。正常。但对，可是我就会希望他分类，但是他有时候就会收到抓狂，他会跟我说不收了，不收了，够了，一直被否定的感觉，两桶这样子。对对对，他会这样子，他说啊，那不收了，这样子已经好了，收好了。真的要求完美。对啊。好，来第四个，海天一色的美景是为什么你的孩子生气呢？你的摇摆不定让孩子易怒。像这个类型的妈妈呢，其实对自己来说其实是很崇尚做自己的那一种，然后希望自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见，所以在面对教养孩子的时候，其实也会想要给孩子比较大的空间，所以会觉得说，哎，我给孩子一个，就是我不要就讲得那么的仔细，可能就让孩子说他可以有做自己的空间。可是呢，等到实际的状况跟自己想象不同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就会开始从本来很宽的界限就逐渐的说就是一直缩小。那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呢，是说哎，可能爸爸妈妈可能决定要给孩子一个很大的空间，可是这个时候可能旁边的人说，哎，可是我跟你讲，这样子做比较好，我觉得你这样子让你们家的孩子好像就是太自由了或者什么的。有时候是因为后来的人情压力，所以导致说自己可能接下来让孩子有一些无所适从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为什么会让孩子易怒，是因为爸爸妈妈一下子的规定是这样，一下子规定这样，是因为造成亲子关系的不信任感，所以导致说后来的时候比较容易发怒。那像这个类型的爸爸妈妈，我常常就跟他讲说，其实有一个部分，如果说是受人情压力影响的话，那你记得这个时候你只要提醒你自己说，啊，那个谁谁谁又没有你了解你的孩子，你稍微去划清一下界限，就比较不会说因为后来别人一讲话之后，然后就改变你教养孩子的态度。当选四号的是维妈跟菲菲，对不对？哎呀，像我们家的状况是，妈妈在家就是一刻不得闲，那小孩在家就是永远闲不下来。然后我就想说，好，那你就去游戏室玩，柜子你要玩就自己去拿就好了，然后等我忙好我再陪你。他说好，就碗洗好回去看那个游戏间，整个玩具散的一地都是。我只能说，为什么散成一地？因为我都会跟他讲说，玩具就跟那个安东妈一样，玩具我都会要求他一次只能玩一种。那你要玩玩 A 的话，你就要把你刚才玩的 B 先收好放回去，才不会只是散的一地，然后又分心，一下都混在一起，到时候收谁要收？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啊，你刚才不是说柜子都可以拿下来玩吗？哎，也没错，对，也是没错。我就想说，跟小孩的认知不同，然后他就会觉得，妈妈，你明明刚才就说都可以玩，我才拿下来，那你现在又要我收，又不让我玩，然后他就整个就恼怒，就会大哭。对，菲菲，你会嘞？你会吗？我会啊，因为我有时候也是。我就想我孩子想要什么喜欢什么他就玩什么，没有关系，不限制。然后他因为我大儿子好喜欢车哦，就他每天说，妈妈这什么车呢？学每各种车。有一天我都受不了，我说你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玩？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跟我讲车子车子车子？可以去看看书吗？还是画画图？就我就有时候想要让他想做他想的事，还是要怎么样？我就觉得好乱哦。还有没有哪些状况你的孩子生气是因为有一些背后原因？很容易像我女儿有一次是我老公在我们的时候，他然后在路上他就说啊，姐姐你们等一下陪我去停车。然后姐姐说我不要，然后爸爸就说
为什么不要？他说我不想停啊，我不想，我想要赶快上去跟妹妹玩这样。他就说没有不要的。然后我爸爸就说不行，你就是要陪我去停车。然后姐姐就大哭，你知道吗？对，他就说我不要嘛，我就说我真的很不想停啊。然后最后理由又不一样了，我就说我不想走路了嘛。其实我觉得后面那个女生，然后爸爸就说：“好，你可以不用停了。以后我不想做的事情，我也不会帮你做，就这样了，我们结案。”你知道吗？这种回去，其实我很生气，可是我不能在他面前去反驳，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样子会让女儿选边站。对。然后就结果之后回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何必要这么激动？”他只是说他出发点只是想要教育他说，不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这么容易的。对。可是他就容易也生气，然后导致女儿也情绪也来了。而且我以后再也不帮你忙这种事，他根本不知道。其实老实说，我们大人有时候会因为教小孩教到最后自己啊也火起来了。会啊。对，其实这真的很容易。所以造成小孩子易怒这样子，菲菲也有这样状况。我带我们家迪出门，然后就是一落地哦，开始糟了，脱缰野马就跑跑跑跑跑跑，然后我要硬牵他，我说要走要走，大哭哎，真的上演这不是肯德基的戏嘛？我想说小孩怎么会真的会脚这样踢，然后哭，然后也是路人都这样围来看，想说这个妈妈怎么都不管他的小孩，然后我就想说要从后面从边把他拎起来抱起来。哦，他很糟糕，他会头撞地，他生气他会想撞，所以一定要身体，对，他就用力，然后这样撞了，所以我每次都很紧张，哎，就是要抓他，要赶快整个抱起来，不能从后面这样，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其实爸爸妈妈有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小朋友的易怒，但是从小朋友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我们小朋友自己易怒啊？为什么，邱老师？我们先从就是有。一些是后天的环境影响的，然后有些是先天的因素。那我们先从后天环境的影响来开始说起。那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叫做激化的陷阱。那像这种呢，其实是孩子他的生活经验里面学习到了这个易怒是一种解决方法的方式，是因为记忆下来的结果。可是这个时候，其实爸爸妈妈会以为说孩子是故意的，其实没有孩子的那个火爆，是他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们预设的结果。可是后来的那个过程呢，其实是他之前有很多次的经验学习下来所形成的。那这个时候唯一要突破的方式只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方向冷静下来。可如果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是希望孩子先冷静下来的话，那我想激化陷阱就可能会进到第五阶段第六阶段去了。所以这个是后天的这个部分。好，那再来的话，先天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有几个点。那这些有些点是原来的个性，那有些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比如说像第二个是需求他不被满足，那像比如说小宝宝他有可能他那个就是尿不湿了，或是他肚子饿，可是他还不会表达。那有些比较大的孩子，其实他比较大了，他不好意思要抱抱。那这个时候因为他们的安全感不足，所以有可能就用这种哭闹或者是吵闹的方式来表现。好，那第三个的话是说孩子他挫折忍受度比较低，这个开始发生大概从两三岁的时候。因为两三岁的时候有些孩子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开始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可能可以自己吃饭，可能可以自己穿鞋，可是这个时候有一点眼高手低，感觉上我可以做到，可是我可能就是穿得不好，也有可能我会吃一吃然后就掉下去。所以这个时候是因为他的挫折感，所以导致他用这种生气的方式来表现。好，那第四个的话是说孩子他的行为被中断，这个很常见。就比如说孩子他正在看电视，他在玩玩具，他在看书，他做任何事情，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叫他去洗澡啊，叫他去吃饭，对，所以他有可能会因为他这个行为中断的部分呢，然后所以有这个生气的表现。了解。那最后一个的话就因人而异，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特殊的点。像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特别不喜欢输的感觉，那有一些孩子对吃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对，所以像如果说这个时候别人有吃得到然后他没有吃到，或者说他喜欢的东西被人家拿走，或者他最后结果输了，他都有可能会表现出来一个特别激动，就是说他们所谓的地雷区。那我们知道说面对地雷区的话，基本上你就稍微要帮他保护一下。所以如果说像对，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马上跟他讲说没关系，他马上第一个直觉反应说没有人了解我，那这个时候他才会用生气的方式来表现。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稍微同理他一下，不管他这个时候是生气或者是觉得他被剥夺或是任何不满，可至少这个时候频道对到了，他只会表现出来说很难过很失望，而不会说是因为就是不被了解这种生气的情绪。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邱老师讲最重要的就是绝对不要第一时间就觉得我的小孩生气是莫名其妙无理取闹，一定有个理，只是我们找不到或者我们没有办法认同。所以当小孩生气的时候，你们有印证吗？
发现小孩其实背后是有这些原因的。安东吗？有啊，其实之前有一次就是我们在忠孝东路，然后因为他喜欢坐公车，我要带他去坐公车。其实他经过了那个 Watsons， 他想要进去，因为门口一排气球，他想进去，我说不可以进去，因为要赶公车时间也天黑了，然后我就不让他进去，没有理由要进去那里。结果后来他就硬要进去，我不准，他就哭了。那他就是一个很容易，他的情绪好像比别的小孩激动，他就是一个那种哭了，然后会开始情绪来了，越来越失控，然后自己就失控了，他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没办法停止的。他如果情绪来了，就没办法停止，所以他就直接在那 Watsons 前面，他就躺下来，趴下来不走，然后哭，然后有的看到我了，就在拍他哭的那个耍无赖的样子。对，那我就是当下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就蹲下来，我就叫他过来，过来，过来，然后但是我很小声，然后他就会。久了，时间拖展，那个拖久了，他就会慢慢爬过来，慢慢爬过来，慢慢爬过来，因为他就输了。他爬过来之后，我就会跟他讲说：“安东，你要小声。”我用很小声的音量跟他讲，我说：“没关系，人生还很长，不如意十之八九，你之后还要失恋，还要上课，还要失恋。”失恋，失恋，我就顺便就这样抱起来，他就不哭了，然后就跟着我。可是跟自己小孩讲说你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你知道好吗？对，越讲越自己越难过。我也是。他会安静下来啊。不过心妍刚刚问的问题很对，就是说这个很多妈妈的问题，就是好，我们都同理，对，哎，我也了解这个小孩现在希望我过去，是，或者是有些小孩是去卖场，他就想买一个东西，我了解啊，我同理啊。那可是现在怎么办呢？骑虎难下，我要屈服吗？还是？我要怎么做呢？怎么样才对？怎么样？对，我们家就是常常带去大卖场，然后小孩不给他买玩具，他就是给你直接坐在地上就哭，然后就不走，又是不走。然后后来其实我就像刚约定好说，我们去大卖场，你可以去游戏区你玩玩具，或者是你可以看看翻翻书，但是我们今天说好就是不买玩具。先讲好，觉得对，就是一定要先约定好。然后我说那如果吵的话，我们就一定是马上回家，而且一定要垮下脸，一定要坚定的跟他讲说我们是真的回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对。那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全家都已经准备好要出门了，才刚到百货公司，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说，哦，我们还没吃饭，我们就先去美食街吃一下午餐，再去逛街好了。那小朋友其实也很期待，因为小时候出来难得出来放风，对。结果到美食区旁边有个那个卖玩具柜的那种，就是有点像特卖吧，特卖柜。男生车车控一看到车子就是叮，眼睛就是发亮，然后就被吸走，你知道吗？然后吸走的时候，他就开始站在那边说：“妈妈，我要买。”然后我说。今天不是已经说好不能买玩具了吗？然后就最后就是，对，就整个就是上演，又哭一哭二闹，然后就是很夸张，就是开始站着又不走，然后我就马上脸又垮下来，跟我老公讲说走，我们就马上回家。小孩吵，我们就是回家。结果我们就真的就走了，你就真的回家了，我们连饭都没有吃，你不是要吃饭，回家吃水饺啊？你好有魄力哦！对，然后我老公跟我儿子其实都傻眼，想说哦，妈妈这次是来真的哦。其实我觉得小朋友是需要沟通的，是，对。然后后来就是只要有小孩情绪大暴走的时候，我都跟他讲说。你先冷静，等你哭完再说。就没有想到一哭哭一两个小时，先暂时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就是说，我们也听了邱老师的意见，我们也真的同理了我们孩子。我们已经跟他讲说，我知道你想要这个玩具，或我知道你想要进这个店家，但是这件事不会出现。我们没有打算要跟你妥协，那可是就变成就是要搞很久这种。所以刚才邱老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先跟孩子搭上线。今天不管他是玩具没买到，我要吃的东西没吃到，或是任何你答应我的事情没做到，我的情绪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失望，然后后面也衍生出来，可能加点愤怒，然后加点很多很多的情绪，所以孩子的表现出来就变成像爆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回到刚才我们的原点，孩子今天无论因为什么因素而生气，先跟他接上线。所以那个接上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要同理你的小孩。妈咪知道你很生气，因为你没有吃到你最爱吃的巧克力。哎，小孩子这个时候虽然他继续还在那炸的时候，但是他是哦。原来你懂我吗？懂我，他的情绪有可能就会持平，他不会继续往上走。好，那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步骤真的是，你如果第一步最重要的是第一步，你如果第一步做错，你后面步步都是错的。好，第一步，不管你的小孩再怎么样的生气，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为大人，就是多吃了几年饭，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找到想办法让自己怎样深呼吸，先冷静下来。我们冷静下来之后，你才能后面做同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观察。
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能够慢慢的尝试，能够控制一点点自己的情绪嘛。总不能你到了9岁10岁还是要来妈妈抱。过来过来妈咪抱，我们应该不会希望孩子到了就是每一个年纪还是需要别人去安抚他，所以我觉得每次孩子因为什么原因发飙，我觉得同理他之后提醒他，我知道你很生气啊，那妈咪在旁边等你，你气完了妈咪就抱抱哦。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点，你们刚刚提到很多，一个就是当孩子在大哭在大闹的时候，哎，他可能本来是100分的啊尖叫，但是你这句话说出来，我知道你很生气，他可能这个时候其实他就在软化了。那我这边要提醒，最重要的是最后这个部分，我们大人最常忘记的是这一点。今天无论孩子什么原因生气，我们事后应该要跟你的孩子做一个讨论跟教育的部分。你刚才是不是因为玩具被别人抢走了，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妈咪懂，下次你可以怎样怎样怎样，那我们来试试看，妈咪抢走你玩具，哎，你可以跟小朋友说啊，你可以用嘴巴讲，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都会比你啊这样子来得好，懂我意思吗？所以最后这个教育的部分，爸爸妈妈真的不要忘记。哎，暴怒真的要在儿童期，尤其是爸爸妈妈跟孩子有建立这样的很好的关系，然后解决他的情绪控制，不然等到他自己出社会自己去面对，还整天暴怒，其实我觉得对他整个人生、人际关系还有他人生未来的方向，可能都会出现。人生不如意还有十之八九。对。刚刚讲到小朋友坏脾气，除了易怒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呢害羞。害羞怎么叫坏脾气？可是害羞到最后就是对了，个性了，就到最后会因为害羞，然后好像很多事情都不敢跨前一步。是。比方说像我女儿，我以前跟她讲说跟管理员伯伯打招呼。他就不要，我到时候跟管理员伯伯打招呼，他最后就是这样，看到管理员伯伯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就小朋友比较容易害羞。我们家妹妹就是这样子，姐姐个性就是很开朗，然后妹妹就是很害羞，很害羞。你知道，连我爸他的外公。现在没有正式抱过他，真的假？妹妹多大？就是他就说他要抱，抱过来之后，我爸就跑给我了，就大概只有3秒钟这样子。对，他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人抱他。对，然后他真的很害羞。可是我就想说奇怪，我们家都是很开朗的，然后姐姐也是很开朗的，可是他从小就是这样哦。然后像姐姐有在上体操课，那每次下课的时候，妹妹一看到姐姐。下课他就会冲进去要去玩，然后就玩完，我又想说，哎，那也很 OK， 那个场地应该他很熟悉了。然后等到他1岁10个月有亲子班了，我就想说，那反正白天也没事嘛，我就带他去上那个课。结果呢，他就去上了之后，老师就要碰他，他就没有没有妈妈没有妈妈妈妈妈妈开始哭，你知道不准老师碰他，我就想说奇怪，你不是对这边已经很熟悉了，可是他还是不能接受别人碰他，他就个性就是很害羞。然后像他去外公家啊，然后他只要看到那个走廊，他就开始哭说要回家，对，他就是很害怕。然后可是因为姐姐真的，姐姐是天使，姐姐太疼他，太爱他，姐姐真的是会反而比妈妈还来的，你知道关心他，因为说妹妹不要怕，姐姐抱抱，姐姐牵你，只要有姐姐在，她什么都不怕，因为姐姐真的很疼她，很棒，满满的爱给妹妹。哎呀，安东妈妈有手足，有手足真的很好，因为像我觉得安东他就是他对长辈就是对大人他不会害羞，因为他可能从小到看习惯姨叔叔这些。但是他在小孩界的人缘好像不是很好，反而是相反。对，相反过来，他我带他去公园或去一些亲子馆的时候，去玩游戏的时候，我都说去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玩，他都会停在那看，一直看这个人，好像观察看有没有人要跟他玩一样。可是看一看之后，他就会不要。然后他就是好像曾经试过一两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试过被拒绝，他都会叫我陪着他玩，就是不管去哪里，就是我陪他溜滑梯，我陪他玩那些玩具，对，他就是要拉着我。对，大人可以，小孩他没办法。所以你看每一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对，有些人就说哎呀，都说哎我很懂啦，像女生啊哈就会喜欢男的大人，然后男生就会喜欢女的大人，其实也不一定，没，我女儿超怕男的。对对啊，对，那有一些喜欢大的，有喜欢小孩，有些人怕小孩。对，所以其实小孩害羞原因有很多，对不对，邱老师？对，那我们一样可以先从，就是说，可能从孩子的经验值来开始先说起。大的黄璇回复：孩子爱钻角落，到底是为什么？还是为什么小朋友很喜欢找一个地方，比方说桌子下面、床下面、窗帘里面？其实有时候很危险的，这是为什么害羞吗？因为
其实在小孩大脑里面，我们大人的这种空间世界太复杂了。你会发现小朋友进到一个新的环境啊，他会注意到很多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那表示其实这个空间对他来讲是很不能掌控的。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不用管他，这个不用管他，我们只要专注在朋友啊，喝下午茶。但对孩子来讲，那个空间它不只是桌子椅子，然后装潢那裂缝窗户，他每个都要看，他其实很没有安全感。可是如果今天我可以自己搭一个小空间，这边就是家徒四壁哈，一个小纸箱啊，我在这边摆一个东西，按一个门铃，很好玩。对他来讲，这个空间我完全可以掌控，很有安全感。所以其实我们不用去制止他，不用制止，甚至要打造一个像为什么小孩很喜欢树屋哦，帐篷之类的，对，帐篷，小帐篷或者树屋，对，我国外小孩一定有一个 tree house，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帮他打造。不过打造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啦，就像你讲的，就太密闭，然后没有这不透气，然后在里面闷死，这人不行啊。所以安全性哦，然后这个空间性哦，大家太小就搞到关节都受伤什么哈，软骨功，对对，大概类似，我们帮他打造一个差不多适合可以伸展稍微手脚的地方，陪着他一起打造一个自己的家，这个很棒。也对，小时候我很喜欢纸箱，但现在纸箱已经装不下我。孩子的经验值来开始先说起，其实有些孩子呢，他可能单纯就是因为他的社交经验比较少，所以呢，他可能没有机会就是常常去尝试过这样子的练习。那其实这个最常见就是说，我们在孩子跟一些陌生的大人打招呼的时候，那孩子他不晓得怎么做，那你会觉得说啊，我已经跟他讲了怎么做了，可是对他来说，这整个情境都是新的。那你每次换一个人，对他来说可能都是新的人。那像这个类型的话，就对孩子来说，他就是逐渐的累积这样子的经验值，他常常有这样。的练习就可以比较好了。好，那接下来其他部分呢，就可能跟他自己先天的个性比较有关系。像有些孩子呢，他对于自我的要求比较高，那他对自我要求比较高的时候，就会很重视别人的评价。第三个的话是自信心不足的小朋友，那像这个类型的小朋友，他防卫比较高，比较容易逃避。这个类型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千万不要以为恐吓对他来说是有效的方法，这个时候你只会让他更紧张而已。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呢，他有过一些不好的经验，那比如说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可能在很多人面前出糗了，那受伤的话你需要给他一个时间去修复，那或者是说你需要给他一些特定的一些支持或陪伴的方式，那还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在他的旁边，那像这个类型的小朋友，我们就会建议说爸爸妈妈你可以让他身上带着一些安慰物，那比如说他可能他如果要上台前可能也，那当然那个东西不要太突兀啦，就是说他如果说有一下自己的小手帕啦，或者是小玩偶，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让他带在身边去陪伴他。那最后一个呢，这个就是先天的压抑气质或者是触觉敏感，那我们讲说像在临床上面，其实大概五分之一的小朋友他先天有压抑气质，那这个压抑气质大概在小朋友3到6个月，其实眼睛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眼前的东西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可以去做一个试验。像举例来说，像一般的小婴儿，其实你可能拿一个会动的气球啊，在他眼前晃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很好奇，他可能会一直盯着看，或者是他会觉得有一点好玩，可能会笑出来。那这个时候先天有压抑气质的小朋友，他看到那个会动的气球的时候，他可能有几种反应，可能会哭闹，因为他可能会受不了这个状况，那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很胡乱的乱抓。然后或者是说他有可能会缩成一团，总之呢不是表现出来像这个好奇或者是开心的感觉。好，那不过好消息是说呢，后来呢这个情况会慢慢的逐渐缓解，不过有一个重点是说爸爸妈妈千万不要无菌式教养。什么意思？无菌式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让他去尝试，你什么事情都给他保护得好好的，那等于就是你让他本来先天的这个压抑气质就一直保持下去了嘛。那有一些像触觉敏感的小孩的话，就是有可能像是比如说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他一定会问说里面有没有人啊，或者是什么的。那像这个时候呢，像刚刚妈妈就有提到说，像姐姐就陪他说我带你一起去看，像这个时候你只要跟他讲说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你把他化被动为主动，给他一些诱因，或者说像姐姐还说那边有什么好玩的玩具，这个时候让他稍微就是降低他对原本触觉敏感这个很就是很高的状况，其实他就会比较好转了。那如果小孩已经表现出害羞了，那有没有哪些这种动作或反应会让我们的小孩反而越来越退缩呢？其实还蛮常看到的，我觉得最常看到的就是小孩明明就已经快要扒到妈妈的背后面找地洞钻进去了，
旁边那个大人就说：“赶快叫人啊！我们刚不是讲过了吗？赶快叫叔叔阿姨呀！”啊，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很长，你讲这句话很长啊，对不对？大家应该可能都有讲过，但是这一句话，我觉得就是刚刚邱老师提到的，这个孩子他可能因为很多原因，导致他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做一个协助的角色，反而是有点在是落井下石。你快点叫人啊，我刚不是这样子有点恐吓威胁的方式，只会让你的孩子就是越来越缩。还有第二种就是一样，就是给孩子贴标签，你怎么这么坏，都不叫人，这样子很没有礼貌哦，你这样子是坏小孩。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大人会说你这样子以后会交不到朋友，讲没有小朋友会喜欢你哦，超常听到这句话，是不是？我超常讲这句话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就是太过度的去恐吓他，去威胁他说你这样以后真的不会有人喜欢你。我觉得一样在对你的孩子做一个就是不好的一个预期。哎，我真的是一个不好的小朋友，这样子我以后一定不会有人缘啊！我真的是一个很烂的孩子。嗯，哦，所以刚刚讲到的低自信啊、没信心，我觉得都是因为这样子大人教出来的。嗯，所以妈妈们有一些解决的办法吗？我是没想那么直接啊，我不是说叫朋友，我是说那这样以后小朋友不会跟你玩哦。然后我儿子就跟我说：“妈妈，我不要交朋友。”啊，就是他这样子说不要。哎，会负气讲。所以后来我觉得很好的方法就是我把弟弟就凑去那一堆小孩里面，然后就同侪之间，然后哥哥就会想说：“哦，弟弟在那边，那我是不是过去看一下他在玩什么？”我觉得两个一起有伴还蛮有用的，真的。所以你看，这些都是有伴，比如说有姐妹，然后兄弟这样子，就是有伴。那如果真的小朋友很害羞的时候，我们父母要怎么引导他？如果真的没有伴的话，只有爸爸妈妈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平常要常常做。等一下我们要去 Amy 阿姨家，阿姨家会有 Michael 叔叔，还有什么什么哥哥、弟弟、妹妹哦，然后我们大概会待多久？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可以玩哪些东西？好。如果是比较敏感型的孩子，你甚至要讲到这么 detail， 让你的孩子要做好一个完全的心理准备。哎，好，那待会我可能可以做什么样的动作？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真的不敢打招呼，有没有其他的代替方法？一定也有啊，比如说我们一定会去带就是伴手礼嘛，可不可以让孩子拿着 OK， 哎，叔叔阿姨好。他如果不敢讲，他可能可以很害羞，但是把东西递给你，那叔叔阿姨会觉得好可爱，你好棒哦，谢谢你。让孩子其实用其他的方式，哎，也可以得到一点在社交情境上面的一些成就感。那另外一个就是到了那个情境呢，如果你的小孩真的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还是说回来了，像刚才欣妍说的，就是不要给老师抱，没关系，我们可以陪孩子在旁边观察。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当孩子有这样子一点小进步的时候，真的不要吝啬我们的赞美、拥抱跟亲吻，孩子一定会慢慢的进步更多。方法很重要，但我觉得心态更重要，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害羞的儿子，所以我这个心路历程很多。然后其实后来我都是告诉自己，我说不管我的孩子进步的多缓慢，他的害羞或者是他一些挫折感或者是他的自我要求高等等的原因，但是至少我知道他这个个性以后不容易闯祸。我也是这样安慰自己，而且我都觉得他以后会拉姐姐一把，是，姐姐很外放，而且从很小我就已经印证了我当初安慰自己的话。现在小朋友在学校打架，他就会躲开，就是他不会加入战局，但反而就是我会很放心，说至少我相信他不会在外面闯祸，而以后青少年的时候我也比较放心一点，就从这个方向去想啊。所以呢，其实希望呢，大家呢都可以解决这些易怒还有害羞的问题，然后陪小朋友慢慢成长，好不好？谢谢。那今天谢谢大家，也记得上脸书团、粉丝团跟我们做互动，谢谢。再见，拜拜。大狂神回复：孩子遇上小霸王，妈妈出手看时机。好烦恼，其实很怕自己的小孩没礼貌，可是更怕自己的小孩遇到没礼貌的小孩，这该怎么办呢？我真的有时候很想出手，我很想跟他讲说，那个你的妈妈，你要不要不要滑手机？你现在管管你小孩，可是觉得这好像不行。我觉得这个好难哦，因为这个其实跟你的孩子的个性有关系，真的处理方法都很不同。像我觉得第一步就是，如果那个孩子是累犯，而且显然他是别人家小孩，你也不能管他嘛，真的就要学习孟母三迁，我们就把他带离现场，或者是甚至我更积极的，甚至有转班转学的都有，就是那个小孩已经盯上他了，那这个是比较严重的状况。那大部分
都是只是被你看刚好看到，嗯，那个只是单一事件，它是无心的，我觉得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处理那个冲突，只要没有造成太多自己的伤害，对，那你也可以，如果小孩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也可以事后陪他说啊，那个今天有谁谁谁不小心攻击到你，那你觉得怎么样做？下次你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哦，你可以跟他说我不喜欢你这样碰我啊，或什么，你可以跟他讨论，嗯，所以让他去试，然后回来跟你讨论一次两次之后，他会找到，甚至可能会找到比你更好的方法来解决有人对他不礼貌的状态。其实小朋友有他自己解决的方法，是真的会找到他自己的小天地。是，嗯。